好，我是大喜，今天是我儿子长正的生日，然后我在这个蛋糕店订了蛋糕，然后我再开车给他送到家，然后今天好好的聚一聚，给他过个生日。这个心，这个面包。中间再夹一层。这夹一锅酱，草莓果肉酱。香香。吃吃看。哟，再吃一个。你吃人家的。这个奶油好吃。对，奶油好吃。是吧？我再要点。你要蛋糕。那边是吧？你晚上一直。那我送到你时间里。走了，做好了，看到没？现在出发济宁，走吧。老婆不要吃蛋糕。好了，你要吃就是。我们回济宁再吃。哥哥的蛋糕，到时候你让哥哥给你切蛋糕，好吧？哎，手表不要了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下雨了。快到了，快到那个地方了，快到咱住的地方了。笑笑，快见到妈妈了，见到你哥哥了。这个还跟着你过来了哇、哦！我来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哥哥。啊，是哥哥还是妈妈？笑笑。叫程程坐前头吧，程程坐前头。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坐，去那边开。咋那么黑呀、啊？笑笑。生日快乐！哎哎哎！生日快乐了，看你呢，生日快乐。好嘞，好嘞。危险危险危险！床头床头啊！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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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生日快乐嘞！我儿子，妈妈们呢？啊，妈妈们呢？那他来家里还得有人啊？妈妈，啊，妈妈怎么了？妈妈，妈妈，看给你妈妈织裙。妈妈，哎，来开空调了，宝贝。来，妈妈，我给你拿的。我倒完汤再吃吧，那点的吃的。这里有吃头，没吃头了，给他。妈妈想你了呀，宝贝。关门，谢谢。走高家就行了。妈妈，妈妈咋不来？他家里没人是吧？嗯，家里没人看见了。不是，我问那个，你打话打电话不完，你早快完了。嗯，我打电话人都上了，都从那个105了，我打的电话。到这里不是40分钟啊？40分钟？我在这儿又等了5-6分钟啊。来，咱们走吧。想妈妈了，好几天也不见妈妈了，我都想你了，乖乖。哎，妈妈，这是我的新鞋子。又穿新鞋子了，又穿新鞋，拿衣裳了吗？给他拿了。又下雨了，外面。外面下雨了。不是因为爷爷来了的，爷爷的不在家，不在他家是吧？哥哥的生日。哥哥的生日。家看见他哥哥了，哥哥生日快乐！哎，就是你，还记得给哥哥说生日快不弄的？我给哥哥蛋糕。你给哥哥买蛋糕了？哎呀，你用谁的钱了？有钱吗？有钱。你祝哥哥生日快乐了。哎，看见就生日快乐，哥哥。哥哥好，哥哥不听话，妈不要他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要你好的，不要他了，他不听话。你说要？要。嗯。